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，我现在在沈阳，在长春待这两天呢，我先去了一趟伪满皇宫去看了看，然后晚上没有事的时候又去冰雪大世界玩了一玩。这两天待着没有啥事儿，我看了看长春和沈阳居然离得那么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沈阳，我也不知道沈阳在什么位置，我因为我平常我不关注这些，我不知道这个沈阳和长春居然这么近，坐车坐这个火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。然后我今天没啥事儿，我就坐这个火车上沈阳来了。因为沈阳不是有那个故宫博物院，还有什么昭陵啊，还有什么918博物纪念馆呢、这些地方，所以我就坐这个火车直接跑到沈阳来了，也去看一看这些博物馆。然后接下来的这两天我就要在沈阳好好溜达溜达，看看这一座古老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建筑啊，博物馆呀，满大街的人文景象啊，我要在沈阳的街上好好当两天该溜达，体验一下沈阳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感觉。